丰田签名在吹风机上就买，已经那个啦，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好，不行，这个这不行，很难做。算了，不做了啦。不做，我不想意外。意外算了啦。我们要去吃饭了。对啊，这个很值得，这个定价5000多块、欸。对啊，还不买，神经病。什么意思？哦，有啦，他有一个1000啦，他有确定了啦，有啦。对啊，人家有问题，我了解了，可以啊。这一件多少钱？还是有问你、欸。那个 Christy 又问你了 ，Christy 什么都要卖哦。好啦，那你要就多少钱都可以啊。对啊，一样嘛，100起标，对不对？反正没有人要买。对，你可以喊少一点，除非有人跟你抢。100起标，一样。丰田有人说很想买，很想买，但是不讲价钱，那是怎么买啊？神经病、啊！神经卖会，好想买哦，然后不讲价钱，那你一辈子得不到东西。丰田的比较吸引，对，当然，他现在是刚好拿出好东西。我是认真，我是带真的认真的东西。好，谢谢。卡住了吗 ？OK 吗？威风可以跟 P Star 结合，可是重点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在义卖了。对，下次我们考虑一下。讯号很卡哦，我这边有一个1992/1993。1000，有人出1000，有出1000嘞、欸。谁出1500？1992/993有出1000，对。哎、欸，丰田，而且我发现到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喊假的？然后他们就是到时候也是不付钱，当然会啊，也是尴尬。有、哦、有、哦，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限量？我们难道这种爱心的？他说爱心的事情，好想做爱心。但也，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啦，一个尝试。你知道我扛了多少东西啦？对啊，今天带很多东西啊、欸。你们看一下，我扛了卡到不行，然后一个卖一个就搞成这样子。对，1500，1500。哦，这边有1500了，1500，1500哦。我跟你讲，就算1500也算便宜的啦，讲真的啦。这个是好东西的，应该看过很多艺人穿这个。嗯，对，那就确定了，1500哦，结标。好，恭喜这位，怎么？然后我们英文又超难。嘉云 ，Chiayun 1028，恭喜嘉云，结标。受不了哎、欸。真的是受不了好、哦、接标啊、哦、这个 LB 的这个1080啊1028他叫什么嘉云哦 JP Kira 对不起已经 Sorry 已经卖完了对嗯好接下来换我卖我的卖一双，我来卖一双靴子。靴子，这是一双靴子，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穿过，然后放在我家好一阵子，然后打开，然后它是9号，那时候我录鱼摆，好像录鱼摆， oh. 然后
有一次录怎么穿搭的。欸，这个可以耶。这个 OK 哦。冬天，而且冬天完全可以。对。全新的。全新哦。Stage 的。对。它是一双靴子。你看哦。好不好，而且没有草，就是没有草草的。对。威廉哥的靴子要买起来，我要再喝一杯。要再喝一杯。好。生气了。去。冷静冷静。欸，来 Red Bull 也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喝。来 ，Hello， 现在进来的朋友，可以来，来啊，有没有？现在在卖威廉哥的靴子，全新的几号？几号？这个是它是不是有公版？就是这个42号，我是。穿9号的鞋子，9号的，9号应该9号、9号半都可以吧？嗯，可以，欸，这个完全可以耶，是 OK 的，好不好？对啊，42号的，有人要买吗？为什么现在会有问说威廉和丰田如果结婚，婚宴让粉丝参加吗？我想要参加，请求回复。我们忽略你了，不好意思，好。这个100开始起标，我相信他这个原本的价钱应该也是1000多块吧，应该可能更多，更多，对，是因为鞋子，而且这种雪靴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对，来100块，然后如果想买威风 T 的朋友。购买连结都有在那个陆陆续续都有在那个留言上面，好，有没有？哎，为什么丰田拿出来就比较？因为我们卖的东西比较有那个，比较，对，价格比较那个 ，OK， 划算的，嗯，500，500了，有人，我们这边有500的朋友喽，这个叫 Wexing。的朋友对不对 ？WENG， 确定哦，500，好，确定，恭喜你接标。谁？这叫温那个。有人接标欸。欸，有人700。啊，对不起，有人出700。出700。啊，算了。JB Kira 有点太晚出了。JB Kira 太晚了，好不好，不好意思。好吧，我们把这个钱给500，你可以留着，等一下。好。好不好，谢谢。我们拍谁啦，拍谁啦。欸，对，我要那个截图。有，已经写好了。哦，也好了 ，OK，OK，、okay, okay. okay. 好 ，OK， 恭喜你。这个荒谬，我还要等一下要处理怎么付钱，怎么寄送那些。等一下那个付钱的，我们到时候那个啦，我们再慢慢处理。好麻烦的啊，换我了。接下来是外套，外套，水哦，冬天的。这个是我那个这个羽绒外套吗？这是羽绒外套吗？就里面有那个有，这不算羽绒外套，这算是那种有棉。BB 又来，BB 来了，嗨，卖这个300块开始，不要有到1000就要卖。卖掉，嗯哼，欸，1000也太贵，800也可以卖掉。好，很可爱吧 ？Oversize 哦，只要如果你是170到1755或者180的朋友，都算是 oversize 啊。对，那如果185以上，因为丰田是190公分，有人要买？很高，有人要买吗？不要就下一个，又是外套。怎样呢？没有欸，有人问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其实我也不知道欸。
但是好的啦，好东西耶、欸。嗯。哎、欸，五百要带，有人要出500了，有哦，有人出五百，有没有五百以上的？这个是真的要卖哦，然后赚到钱会做公益、就是、公益哦，对，500，两边都有哎、欸，海外可以吗？600，还有600，周嘉欣790。799 SHE Hello 你好799 170还可以穿190的衣服，有啊，当然就是偷穿爸爸的衣服啊。欸700刚刚有一个 SHE 700 799，他自己降价。哦、OK， 哎、欸，有800了，我看到有800了，有800。啊，周先生，周先生，周嘉欣，又有一个1500的、欸，不要啦，太贵，太贵就不卖是怎样？1500是我不好意思、欸，不好意思，太，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些良心，对。虽然会做公益，但是你确定八百，好不好？嗯。请666，好，你要截图吗？不用，好啊，800，我怎么样？突然想到他有一个小瑕疵，你能接受这个洞吗？两个伤口，八百块，买到两个洞，周嘉欣，你能不能给他打折？你能接受吗？你可以接受吗？这个小瑕疵。滚家。不能接受就500，要不要？吼。好吗？好不好？好啊。周嘉欣消失了。周嘉欣，难怪。他得标之后消失了。为什么要攻击我双双会倒？那他本来就会倒。我们真的荒谬，好荒谬！我们到底还要不要？义卖啊！我累了，我也有一点累了。那我想要，因为我的东西，啊，可以，那不要抱怨了、啊。好，伟林哥好帅，谢谢。来，接下来，那我要继续卖我的衣服，好不好？你确定他会买？SH 还没看。好，我的这个又是帽 T， 又是名牌哦，又是名牌，这个全部都是好的，哎、欸，真的哎，我有过大方，你好厉害哦，好，赶快下，来500开始，他也有点就是饭酒的味道，一千 ，Christy， 我这边有 Christy， 他要买了。有人要出1000了，还有1000了，好、
有 Christy 大户欸，那你问什么，你要不要再考虑一千Kitty 五千 ，Kitty 什么 ？Cohen Kitty Cohen 两千就两千了 ，Christy 就两千了，恭喜！刚刚这个 Kitty Cohen 好，确定了。哎，两千二，两千，我们怎么一直在等一下？哎、欸，我要崩溃了！两千二哎，怎么办？我们把那个机会留给刚刚没有买到的啦。他刚刚已经有买了，好不好 ？Christy 六，又有 JB 了，两千，他崩溃了，两千五。JBQ 你崩溃了有没有要买吹风机的吹风机都没有人现在下标我要崩溃了笑死我好啦，那个 Christy 留给人家了。JB Kilo， 你要买吗？好，确定。好，如果你要买的话，那就那个，你多少？你出多少？两千五啊！哎，周嘉欣，刚刚你有买到那个啊？你有买到什么？八百是什么？八百，我们刚刚卖的。我刚刚卖了什么？刚刚八百卖什么？是这个吗？哦，这个啦，这个卖外套啦，外套，卖外套啦，外套啦。哎，完蛋了，我们这样会忘记。周嘉欣，你要买，已经买了这个。你是八百块，确定哦？好不好？哎，丰田，你已经卖三件了。对啊，就是这个系列的，是三个，哦，好闹哦，这个，哎、欸，全部都你的卖出去，我都还没卖出半个，哎，我笑死的，哦，哎、欸，不行了、啊，这个嘉云我们要找到，好，所以我们要 JB Killer 要卖多少？刚两千五，对不对？对，两千五，好，两千五，这个。Gucci 的嘛，Gucci 的帽 T， 好，JP Killer 2500，你刚刚的那个帽 T， 丰田的好吸引，他你不能，你们不能不用价值来看，吹风机全你没有，这个真的不要，这没有人要。有日本的朋友，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哦。好啊，桜子さん、あざす。哎、靴子刚刚没有，哎、靴子我刚刚有卖掉吗？没有，没有，靴子也没有人买，傻抱怨。你可能是。要认真的，认真的，我找一个可以卖。啊。笑死我，这个事真的是。
那 WJ323 就是你了啊、哦，吹风机。啊，笑死我，笑死我！恭喜你得标。好，哎、欸，刚刚有一个出300的，你确定这个背心吗？300，哎、欸，汪鸟，我成功把吹风机卖出去了，耶、yeah! ！恭喜300，嗯，你有比那个吗？300，确定吗？确定吗 ？Christy，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我他的粉丝现在就是我的粉丝。而且他的直播现在92，我61，加起来也没多少，难过，哇塞！好，哎、欸，确定了耶，他300了，确定，恭喜你得标，威廉哥的牛仔背心，牛仔背心，好，耶、yeah, ，牛仔背心，不然我要忘记，不会忘记啦。会了、啊，我要看他账号啊！丰田欢你继续啊！我下一个我要卖的是啊皮的真皮哦，应该不是，是吧？哎、欸，这很帅哎、欸，这真皮哎、欸，丰田你要吗？这真皮，还是你这个不要卖了，这个我给点哥穿看看。哎、欸，这我可以穿哎、欸，你卖拼卖啊，卖送你啊。应该不是真皮啦，我觉得。我是哎、欸，我觉得是真皮。是吗？好像可以、欸。可以啊，当然。好，恭喜威廉哥获得。我送的一个。不错哎、欸，这个是好像是我们什么 special 的时候有人穿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看起来没怎么样的。对啊，就我的意思是，嗯，就是一般的那种，嗯、所以不会没有啊，就是问看看人家有没有人用啊。不用，不用，这个送威廉哥1500哦，来我1500，哎呦 ，Tony 出多少？我出1500，好不好？哎、欸，哎、欸，这边有写。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Oh, Real Red 啊、真的，真的，真的比100%哎，虽然真皮哎，真皮的啦。嗯，哎呦，这个随便都要破万哎。嗯嗯，这个不错哎、这个，而且它都有这个小细节，这是好东西哦，好不好？我出1500了、哦，好不好？有没有人超过？哦，香哎。有没有、啊，笑死我！没有，欸、没有1500呢、欸，没有1500以上，2000，有2000、啊，有2000的朋友、欸，哎，有吗？真的？没有，确定啊 ，Tony？ 因为我觉得直接送你就好，这个，你是。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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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懒得懒得这么多东西，再来。对，好好好好，呀，反正我自己捐1500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好，哪有主持人跟人抢的？哎、欸，不是，我跟你说，这个是，你知道这样要寄还要什么？这样是蛮麻烦的。对，好，恭喜威廉哥获得，这个是送给他的。我买了啊，啊，那我威廉哥，下一个你要卖什么吗？好，好，换威廉哥。哦，这个是好你好，你好，这是一个，啊、这个是 OK 的，这是 neighborhood 的。哎、欸，突然有一个好货，一个好货，但是因为我穿了有几次，而且这是一个我很喜欢我的粉丝送我的，但是因为我已经穿好几次。我已经有穿一阵子 ，Neighborhood 的一个大雪T吗？算大雪，算大雪T，但它比较特别，它是做这种圆领的，我觉得女生穿应该是 OK。然后它当然有一点点
有一个地方有弄到沾到一点小字，黄黄的，对，所以简单卖啦，就50块咯，没那么便宜啦，100，从100开始，100 Neighborhood 的威廉哥的白色的大学 T， 大学 T， 嗯，这个很 OK 耶 ，Neighborhood 拿去送洗也可以，对啊，好不好？怎么付钱？等一下再讨论。对，我们都会公布一个账号啦，对啊，好不好？然后我们会私讯你。对，来、啊，哎、欸，有200的朋友 ，Amy 8793，300哦，原来就是你哦。来，什么意思？因为是他送的，他说他自己买回去。在干嘛？那、啊、你会不会很难过呢？哎、欸，我把它当作公益，应该还好吧？我穿了很久嘞、欸，他有看得出来，就是他真的穿很久。对啊，笑死我！不行，尴尬尴尬，还好吧？蛮可爱的、啊。威廉哥现在要卖粉丝送他的东西，然后粉丝在线上，嗯，然后他就用300块买回来，很厉害，很屌，他买回去，他而且还再捐300块做公益，你看多棒的一件事情！我笑死我，嗯嗯，哎、欸、没哎、欸、三 OK。帮公益，他可以接受。你看我的粉丝多好，恭喜你得标。哎、欸，刚刚是不是也是你买的、啊？你刚刚有买什么？我不知道。对啊。啊啊！好啦，耶！ Yeah, 恭喜欢你。我真的笑死，被你笑死啊！好、oh, 下一个这个有点可能有点难卖。这是一个有设计感的 T 恤。看得懂中文。看得懂、啊。看得懂啊。对。这个 T 恤就是我拍那个我的宣传照的时候穿的，就是自己。通常设计都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设计，然后多花了很多钱。对对对对，要吗？有没有？哦，我觉得我等一下再卖一件，我就不卖了。哦，1000，嘉云10，哎，是不是你有买什么？还是啊，你有出价？可以啊，好。成交，成交，得标，得标，得标。嗯，哎、欸，嘉云刚刚也买了一个那个衣服，哦，是吗？对啊，一个帽T，好像是第二件的时候。嗯，哦，对对对对，嗯、这个有点大，对对。好，耶、yeah, ！1000、欸，现在好像感觉已经有点上手了。哎、欸，我卖一个，卖一个左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去哪。女生，女生必看。女生，女生的。这是啥小东西啊？他是一个，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买的啦，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他那时候买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鸵鸟羽毛的外套，刚才超强的耶，超强的，他那时候还很喜欢，我快要笑死。这个是佐佐的外套，但是很可爱，很善，善 OK， 这也是保暖的啦。对，这个里面是有点特别，但是穿起来是正常的，是正常，你可以拉起来，这样子穿，这感觉，你套看看呢？工地秀的时候，超强，这个是女生的一个外套，很暖，对，毛毛的，这个价钱应该。50块开啊，50块会太对他有点不好。那100块好不好？100块。啊，这个不行。你在人群中会得到非常的显眼，懂吗？外面就是一个外面很简单的黑色的，外面就是这样普通的。所以其实对拉链拉起来是正常的啦。对，他如果拉起来，他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很普。很正常的，500，我有500哦，有500哦，哎呦，这个怎么有 YYYYIZ 107 500有500有人要买吗？有嘞，有500买嘞，五百我觉得可以接受，500这个应该定价钱不便宜啊，这个应很暖嘞。做得很好，只是浮夸而已。浮夸，对，500 YYI， 恭喜 YYI， 1107，500块买到那个花花外套。欸，有啊，你看女生觉得不错，所以是我们男生，哦，男生的那个价值观不一样。对，好 ，OK。好，再来。你这件你还敢拿出来卖？我这件也有拿。我那个 stage 的 stage got no fears 的帽，又是帽 T， 这个很适，我觉得它是 oversize， 很适合女生穿。女生穿就是下面不用穿了，超大。啊哈哈哈哈！女生可以穿哦，这个超大。男生也当然可以，这个100块开始，然后这个这些赚到的钱全部都是做公益的。确定800吗？这边有出800哦，1000，这1000，1000我觉得差不多咯，又是 YYI。1000两次啊，这边有对，有1000。哎 ，Christy， 你怎么这么喜欢帽 T 啊？对啊，又是买啊，这边有1500，哎呦，1500哎，1500已经得标了，1500不行，1500 OK， 解标好 ，A。
好，有没有400？四百也差不多啦。有没有？还有没有？欸，我们是卖顺了，是越来越顺，越来越顺了，越来越会了。难道原来这就是公益的力量？对。好，有500，恭喜。瘟疫，瘟疫，结标0127，不行啦，不要其他的，我们现在都讲新台币好不好？对，恭喜你，瘟疫结标。哎，可以啊，越来越快了，顺了，顺起来了，红点，换你，换我，这个是超级无敌普通的。Reebok 的一个大雪 T， 哎呦，而且是这个我有点太小，穿不下，所以应该女生可以穿。威廉哥170的男生刚好可以穿，可以哦。我不是170，我是175，175，送一下，刚刚好，对不对？哎，刚刚好，这个很 OK， 就是很安全，是很 OK 的。所以女生165啊，160哦。就都蛮 OK 哦，这里有，那边有200块，有200块了、哦，这个很新的、啊，880 Reebok 的大雪 T， Reebok 很适合运动的时候。什么 size？ 我现在穿的这个大概算是 XL， 176的威廉哥穿起来是这样子 XL 哦，有了，有350。哎呦，这边有丰田，这边有350，350咯，现在到300，有400哦。你自己看多少节标？哎、欸，去哪？800，这边有800哎、欸。800哦，我那边吗？我伟伟，你要800哦？确定？现在有800了，我这边好多灰尘，真的是，哦，800两次，微微 OK， 微微得标。好，恭喜！后面接下来，好 ，YYZ， 你有表到那个啊？500块，买到那个威廉哥女朋友的那个很华丽的外套，恭喜！好，接下来我卖一个很蛮简单的一个购物袋啦，对，我不知道怎么哦，黑色的购物袋，哎、欸，它这个可以拆下来、欸，这个这里面可以拆下来当做是盥洗袋，哦，它盥洗购物袋，什么俄罗斯什么，对，好特别哦，这是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什么，Yes。